今天啊，又发生了一件特别巧的事情。我早上起来，出去扔垃圾，就我前几天在路上不是碰到了一个车熄火的老外吗？我就把他打着了，结果呢，他的这个电瓶不是充不进电了吗？他停在了我们那个旁边那条街，上星期的事好像。然后呢，今天他过来取车来了，他没找修理厂，也没找这个拖车，他自己来的。但是呢，他那个车已经打不着了，他找了一个人把他的这个车打着了以后，他想开走，结果开到我们家门口那儿，停在那儿了，又熄火了。你说巧不巧啊，正好就熄在我们家门口了。你说那么大一个社区啊，熄在哪不好，他就熄在我家门口了。你说这真是太巧了啊，我跟这个人有缘吗？你说是。然后我一出去倒垃圾嘛，然后他就看见我了，然后他就过来了，他说他的车又熄火熄在这儿了。然后我就问他，我说你还需要这个 jumper 吗？他说他需要。然后我又给他拿去打，结果怎么打打不着了，他的电瓶已经不行了。这个车又来了，开到我们家门口了，太巧了，但是现在打不着。后来他说他已经叫了这个拖车啊，他那个车不拖已经不行了啊，他说20分钟到。结果我站在那儿跟他聊了20分钟，然后呢，他的手机又没电了，就剩1%了。然后他问我能不能拿着手机去屋里给他充电，后来我给他拿了一个充电宝啊，他手机也没电了。你说等着那个拖车来啊，给他打电话，他怕接不着啊，我给他一个充电宝给他充上了啊。后来来了20分钟以后，这个拖车把他拖走了。行了，这车拖走了，我也完成使命了。后来我跟他聊嘛，我问他你是怎么回事。他说他今天来取车，然后碰到了一个 lady， 就是把他的这个车啊，就用那个 jump 给他点着了，点着了以后他就开到我们这儿，咔，熄火熄在这儿了。然后呢，熄在这儿了，他也没办法呀，他就打电话叫拖车，然后他在周边转，他一看那个车，看见我上次的那个车了，啊，我不是替他打着了那个吗？我的那个小车，他说哎，这个车有点像我的车，他说，然后呢，我上次把他送到那个公交车站，我就停在我们家那个路口。他一看这个路口又有一点像啊，他想哎，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家，但是呢他也没好意思来敲我们家的门啊。我正好呢吃完中午饭了，我出去扔垃圾，然后一看，哎，他在门口站着呢。呵呵，你说这个太巧了，是真的。还有一个巧的事情呢，本来我们今天是要出去的啊，如果说我们要出去的可能就碰不着了，但是呢昨天晚上呢我就上吐下泻啊，吐得我的全身没有力气了，所以说呢我就没走啊，今天早上出来去扔垃圾才碰到。啊，这棵树的叶子还都没掉呢。啊，这两天呢我们全家都吐，4个人轮流吐了一遍。最早是我们家老二吐的，然后呢老大，可能是老二传染给老大，老大是前天晚上半夜哭醒了然后吐了，然后昨天晚上先是我老婆吐的，我老婆是在9点多的时候她吐了，然后接下来就是我半夜大概1点钟了啊，肚子疼的都不行了，又疼又胀，然后呢还恶心，那想吐呢还吐不出来，然后睡到2点多的时候，然后就恶心的不行了，然后开始起来吐，就陆陆续续的吐了3个小时，一直到晚上3点多啊，吐的我后来都虚脱了，都也不知道是吃了这个隔夜的菜，还是因为这个孩子给传染的啊，反正我估计我们的症状是一样的啊，所以这个隔夜菜还真的是不能吃，有可能是隔夜菜的问题。我之前也发生过一次也很严重的，就是吐的半夜都虚脱了，后来给医生打电话，医生说你就大量喝水啊，喝那个 VC 水，然后呢喝完以后让他肠胃把它这个洗出来啊，所以说我昨天呢没喝水就干吐，吐到后来这个都苦水了，都是就没东西吐了。
啊，但是吐完以后很舒服，吐完了我就睡，然后混得已经不行了，然后睡着了，睡着到今天早上起来以后，你看肚子就舒服多了，已经没有这个痛的这个症状了啊。你看我现在干活也没事，我估计是同样的细菌，应该是肠胃感染，应该是，而且呢吐的时候还有点低烧啊，昨天晚上吐一边吐然后一边就特别的冷啊，感觉好像有点发烧啊，就是这个症状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过啊。所以我还是拿那个仙草机来打一遍吧。 I know that I haven't been who I was. I am supposed to be the one you can trust. I feel so useless cause I let you down. I hope there's some way I can make it alright. Cause I know that you deserve much more than that. 这个叶子比较大，这个叶片啊特别的宽啊，不知道能不能给我打个碎啊。好像没问题，应该能打碎。I know that I haven't been who I was. I am supposed to be the one you can trust. I feel so useless cause I let you down. I hope there's some way I can make it alright. Cause I know that you deserve much more than this. If you give me one more chance, I swear I'll try my best to always be there. 哎呦我的妈呀，这更多啊，这块儿都已经把路都封上了。你看，哎呀，好多树枝，树枝吧得给它剪掉。哇，那么多树枝，你看，否则到时候把我的那个减少机给打坏了。这还有那么多，你看，哎，都掉到里面来了，缝里全是，这怎么弄啊？哎呀，看这树枝多的。当柴烧，哎，留着明年烧烤要不？嘿嘿，哎，真行。上面
so selfish and made you believe that you're not good enough, but you're all I need. I'd take you places that you've never been. I would give you the world if you let me try again. Yeah, just give me one more chance. I swear I'll try my best to always be there. And I want you to know.干就是一个多小时，然后本来还想把这个树枝剪一剪的，不行了，现在体力不支了，啊，本来就身体就已经吐得虚弱了，啊，干了一个多小时，现在满头大汗，行了，改天再弄了，啊，这就是今天的成果，一下子就干净了，啊，这还有呢。